就当电子全部装好以后开始上下锅连接。嗯，上下锅连接的时候按这个箭头，下锅也有箭头，上锅也有箭头。箭头对着箭头吗？对准箭头。啊。不对准是吧？嗯。落空以后，用螺丝刀把这几个拧紧，螺丝拧紧。这个一定要锁死，不锁死会漏水，对吧？对。刚刚七号带不是还剩两个八毫米螺丝吗？嗯。然后是装叶片上半部分用的。哦，你就是说刚才的叶片要固定牢了要？啊。刚才只是装了一半，这一次叶片是固定。对。就是叶片不能一次性固定的，要分两步走。上锅上去以后再固定上半部。好的，来看一下。从外面穿进去。嗯，垫片子是放在外面的。嗯。然后上螺帽。螺帽在里面。对，螺帽在里面。然后在外面拧螺丝拧紧。直接把它拧死。然后现在叶片上半部分是固定住了，现在可以固定下半部分叶片。下半部分叶片就是在这个两个螺丝上面，对吧？这两个螺丝一定要锁死。好，最后一步装电机，刚刚用到的，现在用七号螺丝，电机装的时候卡槽对卡槽，然后装进去就可以了，然后用七号螺丝。七号螺丝当中有两个短的，两个长的。那那颗小的黄的派什么用场呢？黄的是固定电机下半部分，把这两个长螺丝，这样穿进去，先穿进去，然后是固定在这个地方。